各位小伙伴们，你们的男神吴彦祖又有新动静了。这次是他最新拍摄的杂志大片新鲜出炉，简直让人眼前一亮，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话说这吴彦祖啊，都已经50岁高龄了，但看看这杂志上的他，五官轮廓依旧硬朗立体，仿佛岁月对他特别宽容，一点都没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。这颜值绝对是行走的美学教科书啊！而且啊，这次吴彦祖可是走起了成熟绅士风，一身笔挺的西装搭配那深邃的眼神，简直是魅力爆棚，让人看了就挪不开眼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哪里像是50岁的人啊，分明就是个魅力大叔嘛。不过呢，别看吴彦祖在杂志上这么高冷范，一拿起录像机他可就完全变了个样。只见他笑得像个小男孩一样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完全就是一副男人至死是少年的模样，这反差萌简直是要把人萌化啦。网友们看到这一幕也是纷纷留言表示，这才是真正的男神啊，不仅颜值在线，心态也是超级年轻。